嘿、hey, 这里是葵。今天我动手做了个能够探测 WiFi 信号的氛围灯，它能够显示各个信道的拥挤度，或者可视化局域网设备的流量，还能测量不同位置的 WiFi 信号强度。WiFi 信号属于无线电波，生活中经常用到它，但人眼是看不见它的。要想看见 WiFi 的存在，我们需要这种物联网无线模组，它具备 WiFi 功能，就像我以往的作品一样，也能自己写代码实现想要的效果。所以第一步当然是先找一块开发板写点代码试试看。这是个 ESP32 开发板，通过这么些代码，它就能实现 WiFi 的抓包功能，能够捕捉附近所有的 WiFi 信号，而且是不用知道别人的名称和密码的。这是因为 WiFi 本身就是广播通信，信号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我们只想知道有没有信号，谁在发给谁，而不是看里面具体的内容。所以只要把它设成混杂模式，它就可以像个嗅探器一样把这些信号记录下来。接下来开始动手制作。首先设计外形，因为我这里的 WiFi 有13个信道，所以我就搞了13组灯，它们就像插网线的网口一样，会有灯闪烁。两侧的灯用侧发光条连成一组一组的拱形，就像早期的麦当劳餐厅一样。这是 3D 打印的外壳和切割的亚克力板，我觉得有点普通，灯光效果也不太好。为了让它更好看，有一种很好玩的工艺。首先经过打磨，让表面平滑，再喷上光油后，就可以进行硅胶翻模，做出一个模具。这个模具可以被倒入环氧树脂，也称水晶滴胶。在进行配比的时候，可以加点色晶和闪粉，挑出喜欢的颜色。加入闪粉之后，它大概就能变成这种，我不知道怎么称呼，反正这种很变态的颜色。然后最终我们调出来了五彩斑斓的黑。混合好的树脂需要静置一会，把气泡消掉，然后倒入模具里，等一两天慢慢凝固，就可以取出来了。最终我试了许多不同的颜色和搭配，我最喜欢这个，底色够深，不会漏光，而且在不同角度的灯光下，反光质感很特别。要让它工作，我们要把电路连起来，所以我设计了个 PCB 电路板，功能很简单，就只有 ESP32 模组、LDO 降压器、RGB 可寻址灯珠。 PCB 收到后，要把元件焊接上去。我在四周贴了一圈泡棉胶，用来油画灯光，底面则是用软质双面胶联合固定。再把导光条装上，就能呈现出比较好看的效果了。我们可以任意裁剪想要的长度，但装上去之后会发现它们是东倒西歪的，所以用基础的 CNC 加工了一个铝制模具，加热导光条后把它们固定进去，进行热塑定型。因为孔会有间隙，我用 3D 打印了一个固定架，把导光条排列整齐，再用胶水粘牢，这样就大功告成啦。我在代码中实现了三种不同的功能，能够用蓝牙或 USB 控制切换。第一个模式是信道扫描，它会轮流检测13个不同的信道，作为哪个信道的信号多、流量大，则越红越亮，反之则越蓝越暗。比如在住宅区能看到密集的 WiFi 信号，而在电梯里或偏僻的地方则少很多。也可以用来观察家附近哪个信道用的人最少，然后把自己的路由器设置到那个信道，理论上干扰越少，网速也会更稳。第二个模式是局域网流量可视化，局域网内每个设备对应一条灯，前面闪代表路由器给设备传输数据，后面闪则是设备给路由器传输数据，也就是上行和下行流量的区别。我觉得还可以搞出更好玩的功能，所以我问了一下 AI， 结果他居然提议搞个入侵警报模式。于是我加了个新功能，当有新设备突然加入了 WiFi， 它就会闪烁红灯。我来了。比如当有人从外面回到家附近时，手机一般会自动连上 WiFi， 这样的话就会被它检测到，从而闪烁红灯。
最后一个模式是 WiFi 强度的可视化，可以用来查看不同位置的信号覆盖情况。所以这就是我制作的可探测 WiFi 信号的氛围灯 BB WiFiber， 这个名字是我把 WiFi 和 Fiber 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。很多人会把这种导光条叫做光纤，实际上它的材质是亚克力和铁氟龙，和网络通信的光纤不是一回事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呢？我会把所有的代码和设计文件都开源放在评论区置顶，你也可以动手制作一个，或者发挥创意实现更多有趣的功能。或许我也会像以前一样做一系列的图文教程。好的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这里是酷欸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